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，我现在要赶着去上课，今天穿了一个大衣，就是一身黑。墨尔本现在入冬了，里面还穿了一个加绒的打底，都还是冷，真的到冬天了。最近想着去买一件羽绒服，虽然其实墨尔本的天气不至于穿羽绒服，但我就是想去买一件比较厚一点的衣服。今天也是早起的一天，我今天8点不到就醒了，这学期也快结束了。超级新的天，所以到现在都没什么人。天哪，没想到我是第一个到教室的。买了外卖回家干饭，今日份的没什么穿搭，就是一个简单的黑色外套，准备去上课了。今天学校好像有就是摩天轮的活动，我来买兰蔻的水乳。今天去兰蔻去的真的超级的值，他直接给了我一个超大的，里面有两个礼盒，然后那两个礼盒就是里面有小黑瓶还有眼霜。今天我来探店喝一下甜茶，我们现在在等奶茶，他点了一个百香果。百香果的这个超级好喝，我要的是半糖。酸菜鱼真的很好吃。香芋的也很好喝，这个里面是那个 vanilla 的奶油吧，应该是。